見ましょう。谢谢。儿子，你可终于来了。他都坐在这喝了一个多小时没动了，你别担心，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伤心事，在这喝闷酒而已。你看，还能跳舞呢，都比我还嗨。你放心吧，啊，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包厢，但设计上我有些想法，帮我看一下。没事，别害怕。我再来一个那个什么雪玛丽。哎 ，OK。真牛。啊 ，Thank you。哎，你谁？你看我像谁？韩婷。来，一起喝。送你回家。我不。买单，把衣服拿上。干嘛呀？你把我吓了！替他上账啊！妈妈，对我还能游泳，还能仰泳，还能自由泳，各种泳，我还能游。哦。小婷啊，那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先送她回家。老板，我只知道季小姐住在哪个小区，但是具体哪栋哪号我不清楚啊。打电话给魏秋子。哦，对，还得是你。唐宋，开窗。不要，吹了风她会更难受。好的。魏秋子好像睡着了，没人接。再打。哦，老板，要不我找一下广华的 HR 问一下季小姐住哪？不用。北港城小区17号楼201。涂少萌回我了，转过去。我只是想说，涂少萌发地址给我了。唐宋，走吧。拿回来点啊。哦。
行，你照顾好他，我们走了。谢谢。我不想走，不舒服。哎，拿个盆，拿个盆。哦，等一下。哎呦，怎么喝这么多呀？你们家有蜂蜜吗？蜂蜜，我去买点啊。哎，大晚上的，你一个人出门多危险啊。行，那你我陪你。走，不要走。